在最近闷热的天气里，打开一般射击游戏，看到人类大兵子弹来大炮去的，打得全身臭汗，不觉得真的是越看越热吗？那何不换换口味，大家都变成古溜古溜的乌贼，一起玩玩清凉消暑的水枪和气弹呢？最新登场的射击游戏《气弹大作战》是由任天堂本家在 Wii U 主机上所推出的独占作品。由于独特的游戏风格和适合同乐的轻松操作，让游戏一推出就在日本人气爆表。在《气弹大作战》中，玩家通通变身成可爱的人形乌贼，并且借着喷洒墨汁来展开对决。而该怎么巧妙地切换人类形态，与结合了高速移动、潜行与填充子弹等多功能的下潜乌贼形态，就是本作最大的特色咯。游戏中，玩家可以选择加入乌贼、章鱼双方大战的单机闯关英雄模式，利用各种技巧挑战章鱼大军射下的各种机关与头目，或者是拿起长管水枪、油漆滚筒等武器进入线上模式，与其他七名玩家展开4-4的划领土大战。与一般的射击游戏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《气弹大作战》是以最后地图上双方墨水的占领面积来分出胜负，并不需要打得你死我活。该如何活用武器，将地图全喷上墨水，才是胜利之道哦。